这个方案通知给你啊，咱们认真的，有什么情况及时给你打电话，我们马上就过来。从明天开始呢，我们也来当班，好不好？我们所里所领导、党委员什么时候都过来啊？咱们确实呢要尽早心啊。现在咱们所里边136个在国外的，咱们这个院里边啊，很多啊，好多人撒谎，你知道吧？咱们要严格弄，好不好？严格起来啊！进来之后，居委会包括社区的民警要求处理，现在已经报到北卫去了。从二里从迪拜回来，就一个老干部的子女隐瞒，偷偷摸摸进去了。正好呢，晚上11点多钟，人少的时间，偷偷摸摸进去。晚上10点，今天下午咱们开会，老高你知道啊，3点啊，10点之后进去的所有人员必须报批，不管什么情况。晚上十点以后。十点以后，现在呢，这个事现在还搞得很复杂，说咱们一定要尽点心。现在呢，以后把他那个迪拜回来的。